This program i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Health Secretary Duque admitted that he did not expect such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country's COVID-19 cases. 菲律宾卫生部长承认未料到新冠病例如此快速增加。OCTA research is pushing for hard GCQ to prevent further surge in COVID-19 infections. OCTA 研究小组提议加强现有检疫措施实施级别。The Metro Manila Council agreed that Holy Week activities will be suspended due to the surge of COVID-19 cases in Metro Manila. 大明区市长同意取消圣周期间所有宗教活动。Yang Jiechi and Wang Yi held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Anthony Blinken and Jake Sullivan. Yang Jiechi, Wang Yi 同布林肯、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啊。Health Secretary Duque admitted that he did not expect such a rapid increase in the country's COVID-19 cases. 菲律宾卫生部长承认未料到新冠病例如此快速增加。据菲中网报道，菲律宾卫生部部长 Francisco Duque 承认，当局从未料到此次新冠疫情将如此快速增加，并已经采取相关措施以减缓病例的快速上升。杜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国在二月份开始为经济复苏放宽某些行业的限制，但现如今新冠病例急剧上升后，政府已经调整必要的措施。现如今更多人感染到新冠病毒，但又不能放弃经济的重新开放，只能像跳恰恰舞一样后退一步，向前两步。作为应对措施之一，首都大明区开始实施晚上十点至隔日早上五点的宵禁措施。部分城市甚至颁布禁酒令。此外，当局也宣布未来一个月暂时禁止外国公民的入境。此举是为了减缓隔离设施以及本国抗疫的压力。菲律宾贸工部此前也发布公告，宣布暂停或限制某些行业的运营，如暂停电影院、游戏厅、驾校以及其他文化休闲娱乐场所的运营。社交媒体近日传出，整个大明区将于3月22号实施阻断措施，直至4月4号圣周结束。总统发言人哈里罗克驳斥这一传言，称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暂时不必宣布全面封锁措施。
菲律宾政府目前录得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高的单日新增病例7999例。此外，当局也录得自有记录以来最高的样本阳性率，达到 15%。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OCTA research is pushing for hard GCQ to prevent further surge in COVID-19 infections. OCTA 研究小组提议加强现有检疫措施实施级别。据菲龙网报道，菲律宾 OCTA 研究小组建议当局实施更加严格的普通社区隔离，或较为宽松的放宽版加强性社区隔离措施。此举是为了延缓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研究小组成员莱伊表示，尽管遵循基本卫生检疫措施固然重要，但是单靠这种方法是无法扭转菲律宾的新冠肺炎疫情。他们提议的阻断措施就是为了降低病毒翻倍率。菲律宾目前的病毒翻倍率为 1.9， 如果能够将这一数字在未来2到4周降低到1，那就有可能降低感染率，并对住院人数和死亡人数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的更加严格的普通社区隔离，意味着将重回去年9月份的状态，即虽然名义上已转为普通社区隔离措施，但许多行业仍存在限制，民众也无法过于自由的流动。在该模式下， OCTA 小组建议政府仅向员工发放外出检疫通行证，并劝阻公众在餐厅内用餐或外出参加社交聚会。如果该模式在2周后无法产生积极的效果，那当局可以考虑执行较为宽松的放宽版加强性社区隔离。该模式与当局去年8月实施的放宽版加强性社区隔离有所不同，政府办公室和企业仍可继续下去，但需要缩减实际上班规模或采取在家办公的模式。购物中心、超市和其他基本业务也将继续经营，但容量有限，所有社交聚会在此检疫期间都被禁止。OCTA 研究小组成员吉多大卫表示，菲律宾新冠疫情的趋势远超于该机构此前的预测，且已经很难快速扭转病毒传播的速度。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The head of the International Liaison Depart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ong Tao, held a video dialogue with PDP Laban President Manny Pacquiao.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同非执政党总裁 Pacquiao 视频通话。据中新社报道，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3月19号同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总裁帕奎奥举行视频通话。非民力党执行副主席、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博敏第三世、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莲参加。宋涛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杜特尔特总统共同指引下，近年来中非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同非民力党保持密切交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两国两党和人民守望相助，在共同抗击疫情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双方经贸和大项目合作取得新进展，有力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大建特建规划深入对接。今年中国开始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国共产党愿同非民力党加强战略沟通，扩大治党理政经验交流，推动双方在经济、扶贫、教育等领域拓展务实合作，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中方愿同非方深化经验交流和扶贫示范合作，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帕奎奥表示，非方高度钦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疫情防控、减贫脱贫和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认为中国为新兴国家树立了发展典范。非民力党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友好合作关系，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执政党机制化交往，增进党建、扶贫等方面理念互学互鉴。
希望双方加强民生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世界发展贡献力量。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Russia has committed the first delivery of Sputnik V doses in the first half of April, noting that the Philippines is a great priority amid the demand for the COVID-19 vaccine. 俄罗斯四月份交付首批卫星五号疫苗，使菲律宾为重中之重。据菲龙网报道，三月十九号，菲律宾食品药物管理局已经批准俄罗斯扎马列亚研究所卫星五号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非食品药物管理局局长埃里克·多明格早些时候表示，卫星五号疫苗将适用于18岁以上的群体。俄罗斯目前正在对儿童进行疫苗的临床试验，结果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公布。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列夫在接受菲律宾 CNN 采访时表示，将在4月上旬开始交付第一批新冠疫苗。他们在全球52个国家已经获得注册。虽然全球对卫星五号的疫苗需求很大，但菲律宾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他保证俄罗斯能够生产足够的剂量来满足菲律宾疫苗接种计划的需求。此外，他们最近已经与某个公司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这将使他们今年能够再生产2亿剂疫苗。菲律宾疫苗事务负责人卡利托·加维斯18日表示，非当局计划在4月份采购200万剂卫星5号疫苗。与此同时，德米特列夫透露，制造卫星5号的公司也着眼于在菲律宾生产该疫苗。若达成协议，疫苗生产可以在未来4-5个月内开始。卫星5号疫苗目前正在印度、巴西、中国和韩国等国家制造。在被问及对变异新冠病毒的效果时，德米特列夫表示，该疫苗被发现对 B.1.1.7 变异新冠病毒有效，而对于其他变异新冠病毒的有效力，报告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The Metro Manila Council agreed that Holy Week activities will be suspended due to the surge of COVID-19 cases in Metro Manila. 大明区市长同意取消圣周期间所有宗教活动。据飞龙网报道，鉴于首都区新冠病例持续上升，大明理事会已暂停或取消圣周期间的宗教活动。他补充道，圣周期间举办的任何游街或游行活动都会被禁止，以防止群众集会。大明理事会主席表示，大明区各地方政府正在与教堂领导人协调，以限制教堂内的人数，并禁止信徒站在教堂周围，即使教堂拥有很大的空间来容纳教徒。奥利瓦雷斯补充道，大明理事会将遵循跨机构防疫工作组针对圣周的指导方针，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马尼拉市市长伊斯科·莫雷诺表示，此类宗教聚集活动极容易成为超级传播场所或病毒温床。他强调，圣周期间，人们最重要的是奉献出时间在家中修补与上帝的关系。为了遏制新冠病毒的传播，市政府指出，圣周期间的忏悔或编悔、拜访教堂以及与邻居或朋友分享食物等习俗都将被暂停或取消。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Coming up next. Yang Jiechi and Wang Yi held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Anthony Blinken and Jake Sullivan.杨洁篪、王毅同布林肯、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广告之后马上回来。Don't change that channel, Magbabalik po on CNTV, 菲中新闻台。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
老板啊，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Q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的，还有，拿去了。 Yang Jiechi and Wang Yi held high-level strategic dialogue with Anthony Blinken and Jake Sullivan. Yang Jiechi, Wang Yi, 同 布林肯、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据中新社报道，应美方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3月18号至19号在安克雷奇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此次对话是落实两国元首通话共识的重要举措。过去几年，由于中国的正当权益受到无理打压，中美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这损害了两国人民利益，也损害了世界稳定与发展。中方愿同美方加强战略沟通，推动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两国关系沿着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这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中美双方外交高级别官员第一次面对面对话和沟通。此次对话的开场白，激烈交锋，会谈取得成果，中美竞合相处之道等话题引发各界广泛关注。此次阿拉斯加对话中，中美双方在首场会谈的开场白环节激烈交锋，充满火药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是美方挑衅在先，挑起争端在先，所以双方从一开始在开场白的时候就充满了火药味和戏剧色彩，这不是中方的初衷。杨洁篪不仅强力驳斥美国的指责，还针对美国谴责中国的合理性发动攻势。除了阐明中国的立场，杨洁篪更多的是对美国的训斥，跟美国摊牌，告诫美国改变动辄干涉中国内政的老毛病，不再以俯视态度跟中国说话。这是中方代表对美方发出的明确信号。对话结束后，中美双方认为对话是及时的、有益的，加深了相互理解，并表示双方都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The European Commission held the first European Summit against Racism. 欧盟举行首届反种族主义峰会。据新华社报道，由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共同举办的首届欧盟反种族主义峰会3月19号以视频形式举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呼吁各成员国行动起来，切实履行欧盟2020-2025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2020年9月正式通过欧盟2020-2025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承认欧盟在所有领域均存在结构性种族主义现象，并要求所有成员国制定本国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冯德莱恩在致开幕词时说，反种族主义是欧盟一项创始原则，若有国家违反，欧盟委员会将在必要时诉诸法律。他表示，欧盟将很快指定一名反种族主义协调员，并呼吁各成员国在明年年底前制定各自的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冯德莱恩说，欧盟2020-2025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是欧盟历史上第一个反种族主义计划，欧盟将继续讨论种族主义问题，认真听取民众和相关机构的意见建议。葡萄牙国务部长兼部长理事会主席玛丽安娜·西奥瓦在发言中说，新冠疫情增加了弱势群体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可能性。他承诺，葡萄牙在2021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将继续严格执行欧盟的反种族主义时间表，推动各项措施的落实。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在欧盟，种族主义不只是个案，而是结构性问题，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根除种族主义现象。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This year's Tokyo Olympic and Paralympic Games will take place without any overseas spectators after organizers decided to ban international fans from attending the events over COVID-19 concerns. 外国观众和志愿者将无缘东京奥运会。据新华社报道，出于对新冠病毒蔓延的担忧，日本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织方3月20日决定，将不允许外国观众现场观赛。另据消息人士透露，除个别情况，东京奥运会将谢绝海外志愿者。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安德鲁·帕森斯、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日本奥运大臣丸川珠代、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0日晚召开线上会议，讨论奥运会现场观众事宜。巴赫向全世界的奥林匹克支持者表示歉意，并说疫情下办成奥运会是首要任务，这需要每个人做出牺牲。他们将与电视转播商一起，尽全力让世界所有的观众能够通过转播体验奥林匹克精神。奥运会组织方将为海外购票者退票退款。共同社报道，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在海外售出大约100万张门票，国内售出的445万张门票中，81万张要求退票。日本政府起初打算让尽可能多的外国观众和游客入境，以提振遭疫情重创的经济。不过，民调显示，多数日本人担心外国观众入境可能加剧疫情，尤其担心变异新冠病毒蔓延。多名了解情况的官员告诉共同社记者，日方已经决定拒绝外国志愿者参加奥运会。不过，那些无法在日本国内找到替代人员的志愿者可能例外，比如掌握稀有语种的人。受疫情影响，原定2020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推迟到今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行，残奥会推迟到8月24日至9月5日举行。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Easterlies is affecting the country. Metro Manila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will have partly cloudy to cloudy skies with isolated rain showers or thunderstorms. 大明区今天的温度是25到31度，碧瑶市16到23度，苏雾市25到33度，达沃市25到34度。And that is your latest weather forecast. 我是 Candice Tan 陈静瑜，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广告之后还有华视新闻，请不要转台。Magbabalik po ang CNTV. Enjoy China's scenic beauty and unique culture with the help of Uni Orient Travel Incorporated. Uni Orient is a trusted name and is the pioneer of China tour packages in the country. The next time you plan to visit China, check out the affordable tour packages of Uni Orient. Japan Parts Trading Center, dealer of a complete line of automotive and industrial bearings. Contact them at 255-7777. Want fresh quality seafood minus the hassles of a wet market? Then go to Cold Storage. With branches at Wilson Street, Green Hills, Banaue, and Carvajal Street, Binondo.给我一盘炒面啊，那个面要 Q 点啊，味道要刚刚好，还有不要太咸啊，不要加味精啊，不要加反式脂肪啊，也不要加防腐剂啊，不要加人造色素嘞，还有啊，拿去了。
The Chinese Embass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Philippine Silk Road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successfully held an online forum on the topic of how China's two sessions brings opportunities to Philippine-China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anti-COVID efforts, and economic recovery. 中国驻菲使馆联合非丝绸之路国际商会成功举办中国两会为中菲“一带一路”合作及经济复苏带来的机遇网络论坛。3月18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与菲律宾丝绸之路国际商会联合举办的中国两会为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及经济复苏带来的机遇视频论坛在马尼拉召开。菲前总统阿罗约为论坛发来贺信，他对论坛成功举办表示衷心祝贺。此次论坛将为双方讨论中国两会为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带来哪些机遇提供一个平台，并为两国关系未来指引方向。菲律宾丝绸之路国际商会创会主席蔡聪妙博士致欢迎词，他说，本次论坛旨在传递中国两会对推动经济发展、开放政策、香港繁荣稳定和华侨华人权益的重要信息，为菲律宾积极融入一带一路的合作牵线搭桥，推动菲中合作共赢。中国驻菲大使黄希濂发表主旨讲话，他表示，两会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世界把脉中国发展的重要窗口。今年两会有三个重要看点尤为令人关注，一是系统总结发展成就，二是擘画未来发展蓝图，三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黄大使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将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将为中非合作提供更多机遇，开辟更广阔空间。中非抗疫合作将继续稳步推进，中非经贸合作将持续深化拓展，中非一带一路合作将不断走深走实。全国人大代表、丝绸之路国际商会主席吕建中博士，全国政协委员、华侨大学党委书记徐锡鹏教授，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蔡苏玉太平绅士，中国东盟商会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中国国家电网驻菲律宾总代表山社武总经理，非丝绸之路国际商会荣誉主席李荣美等嘉宾与会并发言。与会嘉宾们对两会进行深度解读，相信并期待中国将以更好的营商环境、更高水平的开放为全球提供更多发展机遇，中国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各国的合作将迎来更广阔前景。非丝绸之路国际商会执行副主席施清伟博士致谢词。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The death of Chong Trey Kai, an elderly Filipino-Chinese man who donated to Wuhan, evoked memories.向武汉捐款才心安的非华老人庄垂凯先是惹追忆。据中新社报道，3月20号，菲律宾多家华文媒体刊登文章，纪念于3月14号去世、享年94岁的非华老人庄垂凯。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总领事王悦向庄垂凯老先生的家属致唁电，以表沉痛哀悼。唁电写道。老人家多年来心系桑梓，在得知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后，第一时间慷慨解囊，拿出多年积蓄的养老金以匿名方式捐献给武汉同胞，一举善行令人感佩至深，也体现出广大在非华侨华人对祖籍国的深挚感情。2020年1月23号，因新冠疫情爆发，武汉、黄冈、鄂州等多个湖北城市陆续宣布封城，素有爱国爱乡之情的菲律宾华侨华人心急如焚。2月6号上午，中国驻菲使馆领侨处收到一则短信，那是一位93岁的老侨民庄垂凯发来的。他表示自己刚从澳大利亚回来，探知武汉同胞遭受大难，想拨出部分养老金捐给受难的武汉同胞。捐献时用其先父流传下来的别名“青阳庄氏一老人”。当天中午，庄垂凯就在长子、长媳与次子的陪同下，来到了中国驻菲使馆领侨处，
将300万批所的支票交由大使馆转交武汉同胞。庄垂凯表示，只有捐款了才能安心。庄垂凯老人的义举经过中新社的报道传遍全球，更感动和鼓舞了在菲同胞。菲律宾华侨华人随之掀起一轮又一轮捐款捐物驰援中国抗疫行动。今日菲律宾商报、世界日报分别刊登越老越精彩以庄垂凯老先生等追忆文章，寄托非华社会和庄氏族群对庄垂凯老人的哀思。 Chinatown News 菲中新闻台综合报道。以上是 CNTV 新闻的全部内容。 You can also catch today's newscast on our Facebook page, YouTube channel, and our website at www.chinesenewstv.com. 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CNTV Philippines。This program was brought to you by 非华商联总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Incorporated 非华个体联合会 Federation of Filipino-Chines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Foundation Incorporated 菲律宾中国商会 Philippin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